陈馆长，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厅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是我们纪念馆的犹太难民上海群专题展厅。那我看到这墙上有很多老照片和新照片哈，我觉得每一个照片后面应该都有着它背后的故事。那这其中有没有一些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？ 我们2010年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找到了曾经在上海避难的这些犹太人，让他们讲述他们当时的故事以及今后的生活，然后很多人就给我们寄来了他们的照片。这些照片有的是他们在上海避难时候的生活，有的是他们离开上海以后，建立了新的生活以后的照片。每一张照片都讲述了犹太难民 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。所以说每一张照片、每一个人物故事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内容。哦，那哪些故事给您的印象最深呢？您能挑几个重点的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？我喜欢这里的每一个故事，那么我可以挑几个和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南舍黄包车，他讲的叫鲁斯巴哈这个人。 他曾经呢是在上海出生的一个很小的小朋友，在1949年的时候，他5岁的时候和他父母一起离开上海了。那么他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呢，他的邻居是一个中国黄包车夫。这黄包车夫每天收工的时候，都要把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抱到黄包车上，然后带他们出去兜风去玩耍。这成了他童年每天都很期待的生活，也是 成了他一辈子非常难舍的一段记忆。所以说在他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呢，他就带了一个竹子做的黄包车作为纪念，然后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个黄包车一直跟随着他，成为他的一段记忆。一个珍贵的礼物，一个珍贵的纪念品。对。然后呢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他又把这个一直跟随着他的这么一个纪念品，又赠送给了我们纪念馆。 哦，那他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竹子的黄包车赠送给咱们呢？那么当然是我们和他说，您放在家里只是您一个人的记忆，您能够放在我们纪念馆，这就是全球的一个记忆。这是一个叫友谊之心的水晶玻璃的艺术制品，它是由加拿大的一个犹太社团捐赠给我们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。这个作品造型非常简单，但是它的寓意非常深刻。 这么一个形状组成了一个叫大卫星的形状，它呢是一个犹太的标志，但是在这么一个大卫星里面，它的文字是用汉字抄录了一段创世纪的内容，其实它是在反映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 在相互影响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件艺术品就是非常的有内涵、有价值。好，这里呢还有一些那个犹太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，这些呢大多都是一些宗教礼器，比如这个就是九字烛台。大家还看到这里的一些礼物上面都有一些小牌牌，那这些呢都是以色列海法市政府他们的一家叫 海法高科技公司送给我们的，也是因为犹太人民，特别是以色列人民，为了感谢上海在历史上曾经对他们的一个救助，所以说呢，他们和我们上海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，也和我们红河区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。这些纪念品都是，就是作为友好城市交流的